林子彤，你是谈的所哟，你都惊较紧呢。妈，你放心啦，你无搞好戏袂上场。我是叫你来倒怪的，不是叫你来拍哪凉。你又讲哪代事啊？就伫咧直播啊，啊是迄个白目挑拨伊来乱的，我感觉是一个拄啊好尔。自从伊阿皮传出去，咱岛的民主哦，拢互你下了了啦。我敢会用甲你拜托一个啊，你莫逐天拢做这不达不齐的代志啦，什么直播啦，什么网红啦，迄拢无正经。妈。我连刚带你去吃鱼好不好？你这么搞矜持哦！我跟你去吃鱼啊，我足心酸的呢。哎呀，我来跟你讲正经的啦，你把自己的形象用到遐尔歹，妈妈是要安怎替你找一个条件较好的，对咱家有帮助，买当让你过好日子的迄种。妈，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。你无权利哦，看袂惯是我的生活方式。啊，不过你有权利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嗯？哎呀，你大家拢安尼好好说啦，真正会互你气死啊！你是动物病院的兽医。所以我不是你讲的，自从养了狗，不缺女朋友，一种喜欢狗保姆。起码你应该了解哦。真够讲话呢！退将计来，有啥物搞的啊？老妈是恁家己拣的啊！我，你搞点点啦！你是我的查某囝嘞，你个徛伫我这边啊！有你这款妈妈，下岗给我林子深。你妈妈，妈妈，好了，没得讲啊！哥，这 Daisy 帅呢，我要请教一下形象伊，伊是形象啥啦？妈妈，哎呀，点点呐！妈，不干你哦，先去别墅处理你啊！行行，行，来来来来来，嘿，送送送，宋丹金的诈骗集团，今年赶紧给我做回回来，因两个人，那也做回回来啦。这位施主，你莫紧张啦，无我替你算看卖嘞。算袂出来！哎呦，去到要死！你伫遐拍哪凉啊你？哎呦妈，你较冷静的啦！照这办事看伊嘛是要回去啊，哪呢咱等下毋就会知影啥物情形啊？我办袂赴啦！哎呦，啊今日这电梯到底是安怎啦？哪会走遐慢啦？啊是，你要爬楼梯？十几楼？你敢爬顶当？两个人是相爱结婚的，鬼才会相信啦！莫甲我骗啊！哎呦啊你！妈，虽然讲顶届甲单亲的相亲无顺利，啊，不过后来阮伫个夜场拄到，我甲伊雄雄杀着对方啦，就采取人讲的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子彤嘛伫遐，唔相信，你问伊啊。将来拢唔爱看过过哦，对倒一个查某囡仔这么啊热情呢？啊，唔对，即摆叫大嫂。啊，怀疑迄当阵就是有酒客想要食大嫂的豆腐啊。哥哥哥的马上变作史上最强护花使者，骗笑的啦！恁哥的个性我唔是无了解，什么上强的护花使者，我才无咧给你信道咧。这个宋丹青哦，伊就是诈骗集团。妈，嗯。既然你安怎哦，拢唔肯相信，那安尼就叫伊哦证明给你看。啊，哥，大嫂，林子彤，紧来啊！啊，你唔得身体力行，安尼嘛，唔再无话通讲。啊！
啊，恁两个有安怎无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两个人阁真有默契哦。果然是哦，爱愈亲拢愈疼。好啊好啊，安尼就应该啊嘛吼。什么安尼就会应该啊？因两个人根本就是想要用考究给过关呐，哪有这种代志？那有什么可有给啊？过来啊！你跟阮子孙是安怎天雷勾动地火的？你敢会当讲给我听看卖咧？咦，阿妈唔是有讲过，暗时爱食西瓜，半暝爱反症。妈，你较特别呢，一顿饭哦都随反症。对啦，妈，啊，今仔是我甲单亲的洞房花烛夜，你跟我呛人啦。对啦，妈，我嘛真想要甲你培养感情，啊，不过阴暗，我是属于我老公的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嘛。那呢，啊，我先来去房间啦。好，晚安，晚安。小星星，啊，我妈告诉你去干掉啊。无啦，我知影这是大家甲新妇下马威，我来进前有收假过。直播啦！你跟我粉丝拍一下招呼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彤彤的妈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